远景拿出手铐，要铐坐在桌子旁边的阿公阿妈手上，因为他们被远景当场查获用象棋制度。阿妈希望不要上铐，跟远景一直拜托。这时站起来的那位女警突然拍桌，女警这一声大喊，全场安静。站在旁边的远景拿起手铐，先把阿妈铐起来，接着再把阿公铐起来，一共铐了五名的阿公阿妈，他们年纪加起来将近400岁，被一线刑犯上铐，这是有点超过啦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劝导一下就好了，也不一定要就是这么叫宝来这样子。我看到啊，感觉讲应该是爱尊重啦，要做警察的安尼嘛真辛苦啦。有民众认为警方执勤没问题，但有民众质疑阿公阿妈虽然制度，但年纪那么大了，有必要上手铐吗？考量有五名嫌犯，因现场的载运车辆不足及距离分局不远，远警未能申请支援，便宜行事，执法态度不佳部分，让当事人感受不佳。确有不当之处，深自检讨。本分局将加强教育训练同仁。警方强调，远景符合执法规定，但没兼顾情理，让当事人感受不佳，确实有不当之处，会对基层远景加强训练。华视新闻摄像中心吴少奇苗一报道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